幸好今天你认出了赤鬼腰间那柄刀，不然少不了一通厮杀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他跟长孙平荣有勾结的？还有你那个令牌哪来的？真想知道。这有什么可卖关子的？告诉你当然可以，只不过就不得不提到你不愿意听到的那个名字。不必说了。你到底在气什么？那个人为了你赌上了自己的太子之位，你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这跟我看到的听到的都不一样。你们这些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。这世间的事情纷纷杂杂，哪有什么彻头彻尾的真实？你若想瞧得透彻，不要只靠眼靠耳，得靠心。一个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的人，何来真心？怎么喝多了，连幻境都这么真实？可是你跟他怎么长得这么像？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啊？
什么喝的那么多？你是想我吗？我知道你想我，乖，乖，等会儿酒醒了，你身上还有伤，我会心疼的。你才不会心疼我。你才不会心疼我呢，你才不会心疼我呢。你心里只有那个少女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谁说的？你那么把我的心都占满了。哪里还放得下别人？我不信。我证明给你看。丫头，我一定会找到两全其美的法子。此生和你一起老去。小姐，你放哎，福大人。都说了，不用叫我福大人，叫扶摇就好了。扶摇。你脸怎么？没有，那个我娘做了点绿豆粥，你昨天不是喝多了吗？这个养胃，然后也醒酒。帮我谢谢你娘。不用，那个客气啥？我娘说了，说福大人就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，不客气。现在还真有点饿。是吗？哎呦，那我给你盛下，等着我。加点糖。好的。作何感想？我说过，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那就真把你忘了。先不说这个，说说你昨晚见到的吧。你的情报没错，长孙平荣确实买通了黑龙寨。姚城易守难攻，是防卫天权的兵家必争之地。他长孙平荣把妻子布在这儿，野心也就昭然了。